もしもし、俺。没关系，反正没人认输。毕业两年了，好吗？好开心啊，回母校了。到处都是，万千学子都是在这毕业的。我毕业那天就坐在那个位置，黄色的那个位置，坐在那边，然后就在这个地方领毕业证。一年回一次南广，我毕业了两年，每年都要回来。我们的标志是为什么我爱南京，就是因为我爱南广。我住了四年的宿舍，十三栋，六楼，最顶上那个发财树。校园歌手比赛参加了两年，每次都是在预赛就截止了。就是我的阳台，最顶上数着第二个格子的那个。我以前会把我的浴巾晒在那。这个是我们的主教学楼，它叫二区。然后呢，我们学校的楼是分成一区、二区、三区，它是连在一起。盛开在琥珀色月牙。
好嘞，冰镇酒酿，还有桂花糕 ，perfect。冰镇的。这个好吧，录下来。我们不一样。反应要紧。Wow, it's amazing. Wow. 哎，丝瓜汁，谢谢。里面巨好吃，这里面是那个年糕。一口没，讨厌他。稀奇古怪的。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そそそたちつててととなにぬねのはひふへほまみむめもももももやいゆえよらりるれろろろろわいゆえよ。